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快点》。先来看一下香港的7·1反送中占领立法会的行动全面撤退。我们来梳理一下香港7·1反送中的立法会的占领行动，在7月2号的凌晨就正式摊牌。原本立法会内的占领者打算在7月2号的凌晨来进行撤退，和平退场，但是还没有等到这个跨夜的钟声，全副武装的镇暴警察与速龙小队就从湾仔的方向前往立法会进行冲锋。虽然立法会外的示威群众勉强的拖延了警方的冲锋，并成功的替立法会内的其他群众争取了关键的撤退的空间，但是之后警方迅速的立起了镇暴示警的旗帜，并朝人群发射了催泪弹，直到7月2号的凌晨0点30分，香港警察已经强势清场了立法会的周边，并且持续将示威的群众从立法会的方向驱赶到中环的方向。再来看一下这次立法会的占领行动是于7月1号的晚上8点50分左右开始，之后数以百计的香港示威者在7月1号的晚上撬开了铁门，进一步的占领了立法会的议场，不但喷漆将香港特区的区徽喷黑，而且还喷上了太阳花、香港临阵下台、释放意识等口号，还挂上了英属时代的香港旗帜。现场一度的通报警方将在10点30分之后清场，但是根据 CNN 等媒体的报道说，政府总部与立法会周边呢，虽然一度出现了零星的镇暴部队，但是其行动只是在现场进行侦查，并没有与示威的群众有过多的接触。而直到11点50分为止，金钟一带都没有明显的警力集结。但是到了7月2号的凌晨3:35的时候，有一支由18辆车组成的香港的车队就正式从香港湾仔的警察总部开始往立法会的方向驶去。那么到了凌晨3:39的时候，香港民主党的议员罗永正就在现场通过扬声器来敦促警方要克制。他表示说，他们只是想让青少年和学生以及其他的抗议者能够安全的回家。而到了凌晨41分的时候，0点41分的时候，随着示威者的撤退，防暴警察已经接管了立法会周边的路段。那么针对这一次香港示威者占领立法会大楼，欧盟对外事务部就发表了声明，表示目前最重要的是克制行动，避免事态的升温，也呼吁双方采取对话以及协商的方式来往前迈进。另外，英国外交大臣韩特说，英国对香港以及香港自由的支持坚定不移，但是警告示威者不要使用暴力。好，再来看一下中国难以控制非洲猪瘟，未来中国猪肉价格将飙到天价。非洲猪瘟问题在中国比表现上其实还要严重得多，恐怕会导致未来的猪肉价格会失控。自从去年8月份非洲猪瘟在中国内地开始蔓延之后，虽然中国紧急发布了2级疫情警报，声称呢杀了不少的母猪，也强行的控制了疫情，但是根据路透社7月1号的报道指出，中国非洲猪瘟疫情的危机还没有解决，死猪的这个数量比这个官方宣布的大概还要超出2倍。分析师认为，对于爱吃猪肉的中国人来说，供不应求将会导致猪肉的价格飙上天。再来看一下朝鲜方面说，川普和金正恩在板门店的会晤将创造神秘力量。朝鲜7月1号星期一的时候称，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前一天的会晤是历史性的，并且说两个国家对这次会晤都表示了极大的满意。那么在当地时间6月30号的下午呢，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板门店就举行了一次会晤，但是朝鲜官方星期一的报道就说，这一次闪电式的会晤很有戏剧性，并且报道援引了金正恩的话说，他和川普的这个关系非常的良好，建立非常好的这个私人关系，并且呢将继续的创造出别人预想不到的好结果，发挥克服重重困难和障碍的神秘力量。蔡英文将出访加勒比友邦国家，并且将过境美国。台湾总统蔡英文将于7月11号到22号对加勒比的4个友邦国家进行访问，去程和回程都会过境美国，并分别停留2个晚上。中国依旧敦促美国不要允许蔡英文过境美国。报道称，蔡英文出访邦交国过境美国是非常通常的事情，回程和返程呢，通常都会停留1晚上。但是这一次，蔡英文出访加勒比的4个邦交国，回程和去程呢都过境美国2个晚上，跟以往有一些不一样。不过报道说，根据美国和中国2个国家的默契以及以往的惯例，台湾总统过境美国的城市一般呢都不会安排在首都华盛顿，都会安排在华盛顿以外的城市。那么蔡英文今年3月份访问太平洋岛国的时候，就曾经在美国的夏威夷过境。报道说，美国国会的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6月初的时候就表示，希望台湾总统蔡英文能够在近期访问华盛顿，并且在国会发表演讲。那么报道说，这一次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美国，他们在私底下会和哪些，或者说公开的和哪些美国的政要会面，也是这一次蔡英文过境的时候值得关注的一个新闻话题。好，再来看一下，国际原子能机构证实，伊朗铀浓缩它的这个存量已经超过了之前核协议的一个上限。国际原子能机构周一的时候证实，伊朗的低浓缩铀的这个储存量已经超过了2015年核协议所规定的上限。但是在美国总统川普去年单方面的宣布退出该协议，伊朗就接连的做出了反击。今年5月的时候，先是宣布暂停履行核协议内的关于铀浓缩以及重水的这个存量的限额。那么上个月初的时候，又再一次去信国际原子能机构，声称开始了提高6氟化铀的产能程序。其后呢，再一次预先的表示说，要快速的将出产的这个铀浓缩量提高到上限之上。那么，另外，伊朗的外长扎里夫在周一的时候也表示，如果签订核协议的其他5个国家没有能够解决问题的话，伊朗的下一步将会将铀浓缩的浓度超过约 3.67%。 另外，伊朗方面也说，在解除制裁之前，伊朗不会跟美国谈判。伊朗的石油部长桑贾尼1号就说，伊朗不会准备在美国解除制裁之前跟美国进行谈判。如果美国政府希望改变双方的关系，应该先放弃对伊朗石油以及其他地区的制裁。再来看一下，用了2年的锤子居然才发现是随时会爆炸的手榴弹。中国安徽一名村民日前突然发现，自己用了2年的一个锤子，竟然是一枚随时会引爆的手榴弹，因为这个手榴弹的引信还非常的完好。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说，安徽一个村民近日就向警方报警，说自己在家里面发现了一枚手榴弹。之后呢，拆弹专家到了现场之后，就判断这枚手榴弹还非常的新，手榴弹的引信还非常的完好，随时有爆炸的可能。因此呢，拆弹专家小心翼翼地进行了妥善的处置。再来看一下不光只是这个村民被吓了一跳一名中国的警察也被吓了一跳。尸体突然会打呼噜醉酒的男子在被救之后说，梦里很冷。这是发生在中国四川，有一个村民日前就报警表示，池塘当中有一具男性的浮尸。警方到场之后就将这个浮尸捞起，但是之后却发现，不仅这个浮尸，所谓的浮尸有生命迹象，居然还打起了呼噜。该男子在醒来之后表示，只记得梦里边很冷。事情是这样的原来是落水的这个男子是67岁的周姓男子，他前一天晚上因为喝醉了酒，去拜访亲戚的时候，不慎落入到了路旁的一个水池当中，并且慢慢的在水塘当中就漂浮着睡了一晚上，之后被人发现了。 众人连忙就拿出了棉被盖在他的身上，给他保暖。所幸的是，除了身上有一些浮肿，还有面色有一些苍白之外呢，没有其他的一些大碍。再来看一下，郭美美下周六将刑满出狱。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说，因为在网上炫富，接连累了这个中国红十字会啊，也牵出了很多这些不雅的一些案件的郭美美，近日呢。 因为这个刑满期限就到了，因为之前他被判处了5年的有期徒刑，并且将于本月13号就刑满释放。那么在服刑期间呢，媒体报道说郭美美没有获得过任何的减刑。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明镜快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一时段的明镜快点再见。打开明镜电视，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YouTube 频道名：明镜火拍；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网站 triplew.mingjingnews.com；推特@mingjing news；脸书 facebook.com。